嘉和丁文琪于2017年结婚，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对宝贝儿女，过着一家四口的幸福家庭生活。夫妻俩结婚后感情非常甜蜜，但平时爱的低调，很少会在社群平台发文放闪。但是最近林宥嘉出国前罕见在 IG 发文公开放闪，引起大批网友高度关注。他在 IG 现实动态发文写道：“虽然我几乎每次上飞机起飞前或是表演之前都会传讯息给我老婆，并和对方说我爱你，但我想偶尔公开写也是很好的。”既然他甜蜜对爱妻说：“希望你这几天可以好好休息。”表示自己要搭机起飞去德国了，他还不忘以英文对老婆说我爱你。最后他还表示爱老婆跟爱自己一样重要，超甜蜜的贴文直接闪下大批粉丝啊。